苹果公司的 TC 台 iPhone 去年呢一旦封神，不过品质上因出问题哦。新的一年开始又传出脑中故障的问题，会全世界过多用 iPhone 吸引人，体验单如水果流的。现在用智慧型手机的人，都习惯同手机全都系乱抢乱用。iPhone 4的用户未抢款，当然就选听到这个声，是的，而放松的。不过2021年的第一年。iPhone 4又突出了，厂部将设定好的乱种模型，前多年因为安尼摔得少。Everybody's having a problem with it, and in fact, employees have been late to work here because of it. 虽然大部分的人不是上班，但是全球一度 iPhone 4的用户是因为安尼蛮多，甚至系摩托的货车同摄像机。苗栗乡大家系见批评 ，Apple 公司无解释怎么会发生安尼个问题，跟他表示乱种的功能都初三是会恢复正常。其实 iPhone 4到去年欧洲开始日光节约时间时节，是发生乱种无法度刺痛的挑战。本一度年因为安尼需要太久，上班蛮多一点钟。但是两个人的时间又发生乱种故障问题，本一度年依附 iPhone 4的品质，尤其乱种系手机进度应用强势度增加的功能之一。连十几年前前期充满机都无问题的，竟然是因为 Apple 软体问题，本 iPhone 4的用户变作为受害者。对天线都乱讲，那个相信成果、信成功的商品连啥发生问题，每本 Apple 只无面子，看看新闻怎么不同。